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次，而我的第一次是这样开始的。我知道啦。哎呀，你不是很想跟他讲话咯？安静啦。Hello， 哎，帮我拍张照哎。可以呀。那一次之后，我还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遇见他了。哇，很闲呐，猜一下 friendster 啦，这样多我不认识的，我全部离掉了。哎，诗慧，想来哎，哇，挺跳的嘞，哇。秒给你我的电子情书，想着你的我是幸福。I don't know where 你在我的 hard disk 里住。有空进一步献出我的真心。我们就这样约好，在5月26号见。要迟到了。都是子达的错，昨天跟他 MSN 到那么迟，所以才会迟到。爸，放我在这一下。哎，你是？就这样，我跟子达，还有他的爸的第一次相遇。